今日请坐。各位学员、各位同志，大家午安，大家好。慢慢在拍手，逐摆拢在拍遮紧。最后的这个一天，吼、哦，这期的最后的一天啊，大家心情拢无同款。大家吼、哦，我甲看，喂，今一开始啊，甲即摆拢笑面啊，大家拢欢喜到迄个困饱啊吼，想要转去厝诶。会记得吼，等下一定要翕相啊嘿。咱大家呢，这期啊非常的好运啊，因为伫这个关键时刻啊，咱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人倒转来，就是咱的副主席蔡明华为 LA 倒转来，蔡明华。欸、你想說這個破聲這樣夠不夠？咱的副主席民國的紅不容易，還有少年啊，是啊，還是咱的駐美代表。秘書長兼說一句話，美國方面說咱駐美代表是台灣的大帥。台湾 Ambassador， 这款的话啊，你伫外口绝对听袂。但是呢，过偌久，四月二五去记者会甲开落去，你就知影。今日呢，从上课开始呢，我要甲各位讲真重要代志，就是咱的迄个网络的迄个网页吼，迄、那个头一条迄个新闻啊，就是台迄、那个美国的官方。发这个台湾政府基金会的迄个实体，迄个做证明书给咱。那你也看迄、那个迄张图，给各位看卖啊。这个台湾政府基金会啊，你甲看讲台湾政府基金会这个物件，有一挂，反正是有一挂推阿面的啦，看无啦。伊讲这是啥地方政府发的啦？其实哦，你甲看，这是哥伦比亚特区所发出来的。哥伦比亚特区要发这张的时阵啊，唔是干那伊家己答应就好呢，这张都要经过美国联邦许可呢，这不是清清菜菜呢。你甲看哦，台湾政府基金会啊，我讲机关啊，那无用台湾政府啊，基金会唔免，因为有台湾政府基金会表示说有台湾政府嘛。简单的道理，啊，一寡推阿面咧看无呢？啊，讲因偌敖，啊，英语偌敖，实在讲啊，有当时是足可怜的。我已经上课甲各位解说。啊，有人甲咱问呢，伊讲奇怪呢，你这顶完台湾政府，下卡台湾民政府，现在要两个名称。事实上，到今天为止，爱听清楚哦。台湾民政府到今天为止仍然存在，这真要紧的观念，因为。按照建军法、万国公法，台湾民政府是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万国公法，安尼所设立的，由被占领地区的老百姓自己所组成的政府，民事政府 （civil government）， 民属政府，就是处理占领地区的民间的代志。有关牵涉到民事的问题，都是在台湾民政府可以管。其实啊，真正的名称啊，就是叫做台湾民政府套件，爱国加能力，美国台湾民政府。所以等到我们旅行证件发落来时阵呢、啊，就是美国台湾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啊，这个时间，美国国防部已经在顶礼拜有给咱正式答复。我们还很快的时间，已经把你台湾民政府所要求的已经列入讨论。每一摆，咱若伫这个所在宣布，很快就会达到。啊，你有欢喜无？咱这个改改做台湾政府，是因为美国官方甲咱讲，你们已经运作得非常好，你们从今天开始可以把那个 CBO 可以取掉，用台湾政府。所以台湾政府跟咱讲以后的两个月，刚才我亲像我两个月前在这个所在讲，两个月以后这个执照就会告诉我们台湾政府。所以台湾民政府还是存在，
另外有一个台湾政府，所以呢，三月十五号以后，台湾政府我们就开始在运作了，而且没来运作，以政府的形态啊来开始运作我们台湾这一块土地上面的所有的民间的事情，除了军事上要由美国军政府来指导我们以外，我们可以开始来处理。这各国问题真多呢，所以各位你来去受训哦，非常好。安怎讲呢？因为你受训以后啊，你就是我们的一员。啊，我嘛希望讲这礼拜恁的机会真好，这礼拜够高级班，你们一样的可以来受高级班的训练。啊，你有人讲啊，我不受训练可不可以？可以啊，我今日人含初级班嘛无来啊，当然可以。他还是台湾人，但是呢，台湾政府执政以后，我们会有很多的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啊，我们会上课的时候会跟你讲，例如我们发行正台币，啊，你若无不是台湾人的话呢，我们会把你当成中国人，中华民国人，因为除非你能证明说你是台湾人。所以我也希望说各位哈，你若还没申请身份证的，早日申请，对你没有坏处。所以台湾民政府跟台湾政府以目前这个阶段是同时存在。当然台湾政府坦白讲，台湾政府这个名称以后会拿掉。哎，你说奇怪啊，台湾政府又拿掉要拿掉，台湾政府以后如果美国按照国际法开始操作的时候啊，台湾政府将来会变成台湾总督府，但是台湾总督府也一样可以用台湾政府。那台湾总督府只要台湾总督府里面的总督在被任命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本土台湾人的国籍就自然诞生，因为咱现在是无国籍，以美国判决跟你讲啊，那会变成什么？大日本国国籍。这个大日本国国籍跟日本国籍是不一样，但是这个东西太深了，我在初级班里面不爱说得很详细，因为那么难的东西啊，叫你从完全不知道啊来上课啊变成知道，有一点问题。所以我希望您各位哈，一本新台湾论您一定要提等于爱看，尤其你若要受高级班的时候，新台湾论上无看三分之一的，安尼好冇？好啊，冇我听袂，错一条。我要看的，请你举手。新台湾的要看举手。啊好，啊无看巴肚疼嘿，我先讲哦。这个有关台湾的整个论述哈，我用很简单的代志讲给你听。1895年4月17号马关条约，大清的大皇帝将跟那个大日本帝国的大那个天皇签订了条约，将台湾、澎湖、周边群岛等三个地方完全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所以日本天皇从那个时刻开始就拥有台湾。还有周边群岛还有澎湖这三个地方的主权，但是多过来的时候他的主权还没有建构哦，是怎样？他是一个殖民地，拓殖地，拓殖地的主权没有握在这个殖民者的手上，所以那个时候日本天皇没有握有台湾这块土地的主权。那日本天皇按照万国公法，在1937年4月1号开始实施皇民化，所谓的皇民化就是让这些土地的人都来学日本话，学日本的生活习惯，按照日本的习性啊来做。同时1937年4月要开始实施以后啊，差不多的时间到了，那个国民教育开始普及以后，到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再度颁布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实施日本的明治宪法，同时给台湾人两个权利，一个是参政权，另外一个就是参战权。有这两个东西，就是完全符合万国公法的规定，让台湾这一块土地由殖民地变成日本天皇的 territory， 一个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同时让这一块土地上面的台湾人变成日本天皇的臣民、新民啊。所以呢，底下的一月的时候呢，在日本天皇他公布为一景的一月份的时候啊，就已经让我们台湾啊派3名的参议员、5名的众议员到日本去参加他的国会。
这个参加国会啊，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就你台湾人有资格来参加我日本政府大日本帝国的里面的所有的事务的运转，那根据万国公法的规定，由于这一点的规定啊，就让我们台湾这块土地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变成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但是日本天皇一向以最以收为托的，以都任命也首相，就是他的由人民所组织的政府由授权给首相来统治，所以日本政府有管辖权，日本天皇有主权，这是日本的形态。那所以呢，安藤利吉是第十九任的总督，第十九任的总督一般一第一任到第十八任的总督都是由日本天皇直接任命，因为那殖民地的时候就要由日本天皇直接任命，但是如果变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时候，就由首相去任命就可以了。所以到第十九任的时候，安藤利吉不是日本天皇任命，而是由日本的当时的首相所任命。因为这很清楚的，所以现在首相任命，现在安藤利吉本来是台湾的总督，那叫那个，因为战争末期了，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叫知事啦，低书啦。那他东京都的都市低书，赶快的意思。那他类似于那个市长那类的那一种，那大概是那一种称呼才是对的。所以呢，已经非常非常清楚，那当中呢，台湾变成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领土，那当中都开始实施台湾跟它的内地延伸，内地就是日本原来的那个整个四个岛，那一直延伸到台湾这块土地，所以呢，已经在国际上已经非常明显。但是是怎样，为什么到今天台湾的地位仍然被模糊？而且我是认为美国它是有意造成，同时因为整个的世界上的政治上的局势的关系，所以你看哈，三月八号安倍晋三啊出来讲说，日本主权恢复日，四月二十八日就将和平条约生效。他们认为，事实上日本到今天为止啊，他因为宪法被他改了，他没有办法用国军，他用自卫军、自卫队。那我们台湾呢，现在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称为禁卫队。我们你看，我们这边有四面旗子，这起黑熊就是我们的禁卫队。我们这个禁卫队呢，禁卫队就是有一点像什么？禁卫队啊，禁卫队呢，我们有四个师团啊，禁卫队，它的禁卫师团。好，谢谢。这是军团啊，四个禁卫，但我们现在呢大概有两百名，那将来呢我们会慢慢扩大，我们所有的事情要一步来。我们的禁卫队没有拥有武器，因为将来禁卫队呢，我们下先接掌的是我们的治安单位、警政单位。哦，我们一宣布这样以后啊，哇，中华民国金丁伊就开始将所谓警察啊提薪啊8000块呢，不错呢。我们一讲啊，很快就会改。我们一讲说，所有的学生的那个贷款啊，80万的那个大学生的那个助学贷款啊，我们说如果一执政，全部免还。哎，中华民国就马上宣布了，所有的学费都免几呢。所以我们讲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讲什么就做什么。其实他们很清楚了，中华民国东江啊，一定足清楚，他早晚非得把这个政权啊交出来，交还给谁？交给 USMG。不是交给我们哦，他是交给这个美国的 USMG， 就是美国的军事政府哦。那军事政府再把那个政权啊交给我们，整个的程序是这样。因此，我们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跟中华民国之间不会发生任何冲突。这就为什么中华民国到今天为止也不爱港难呐，阿那嘛不爱插鼻啦，阿那尔。所以那边欢乐，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个地方，是完全按照国际法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法理。你若不知道法理啊，忝呢。卖光这里的光，台湾是主权独立，有一点像什么？这间厝明明也头家是某一个人啊，这间厝的头家假设是那里那个也是蔡总理的，这间厝的头家了。啊，蔡总理的这间厝，给别人去住，啊，住一个久，住六十八年，迄厝主，哎，厝卡讲哦，哎，
啊，咱住伫即间厝啊，咱来公投，啊，公投以后讲即间厝就变做咱的，安尼敢会使？袂使的啦，对不对？会使的无？啊，会使你举手玩好吗？那会使，我要去住恁家，住倒来我甲你公投，啊，足简单的代志嘛。你不能说我住在那里啊，土地就划讲，这块土地是阮的，阮住你家，所以是我的，迄种袂通啦。伫民间你就听有，啊，国家你就听无。所以袂当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no。主权到底什么人？啊，你讲这个主权什么人啊？有一句话非常清楚：钓鱼台、尖阁群岛，中国跟日本的之间，迄时阵美国伊宣布，希腊瑞宣布三界，伊安怎讲？钓鱼台、尖阁群岛的管辖权是属于日本政府，管辖权是日本政府。但是对于钓鱼台的主权，就是尖阁群岛的主权立场，美国不表态，足清楚呀、啊。哎、啊，不表态，一起上诶，日本天皇诶，啊，就讲讲日本天皇，因为日本天皇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诶美来滴足清楚诶，伊是暂时叫 suspend 起来，叫吊起来，是安尼管理啦。中国一直咧笑死钓鱼台，笑死这个尖阁群岛的目的是啥？台湾呐、啊，伊一直咧笑死台，但是呢，歹势。已经无法度啊，所以中国伊嘛知影讲无代无志，咱去发展战争法；无代无志，咱去告美国。伊已经知影讲台湾已经永远不会被中国拿回去了。啊，你们拍手呀！哎，恁敢那听就好安尼哦。啊，袂妨提阵啊，大拢较欢喜个，敢毋是？你有欢喜无？好，安欢喜就好。啊，不会变咱拿回去。啊，过来就问题是啥？完蛋了呢！啊！你无要无人，人无要甲你摕，啊！咱就爱哪爱家己主动来建立这个政权呢？啊！政权要哪建立？有一个台湾政府，全世界不可能有两个台湾政府，所以这个台湾政府是咱的呢。啊！有人讲哦，哎，安尼我等来吼，咱五个来组织，咱来组织台湾政府，会使的无？会使，但是不合法。哪讲不合法？因为咱去告美国是咱呢，咱大家人去告美国的呢，对不对？啊，你有去告美国有无？唔敢讲，你参加就是有啦，你就义分子啦。安尼好冇？拍手，我们叫声。咱拢参加去告美国，因为咱是新闻，所以你虽然头一班车你对无到，这无你中央的车你对有到啊。五十二台这个车帮内底，大家拢坐伫内底啊。啊，所以你嘛去告美国，对不对？安尼欢喜无？啊，免开几过，咱去告美国，真赞。啊！别知影，我嘛要安尼做。咱人咱这几个啊，尤其这蔡明华出有够侪钱的啦。彼当然哦，那你告美国若无钱哦，我就甲敲电话，副主席啊，无钱的要安怎？啊，伊就去甲因太太讲，拢无地主，第二次一句话拢无讲嘞。爱偌济，伊可能按两万块呢，拢无地主的钱就甲回去。美金当时美金嘛唔是代表啊，告美国开足侪钱的。啊，这蔡明华哈、哦，啊，伊当个伊个是啊，做民进党的美西党部的主委呢，甲派出一个。啊，因太太够无干嘛？啊，够甲支持，无简单呢。啊，该替因太太拍个手。咱有快活呢，干那拍手，别人就替你出钱啊，安尼个未歹。安、是不是？嗯，不过拍手也够出点。咱真正吼，咱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吼，经过这几年吼，真正是真艰苦。但是咱的意志拢是非常坚定，像咱来坚这样来坚定，不管人啥物人安那骂啦、安那讲啦，咱拢甲当作一笑的。所以我伫电视三立电视台，我有讲一句话嘛，啊疯了，疯了，看谁疯了。两年后，你就知影讲谁疯了。我们有没有疯？没有。各位足清楚的啦。这不要看，这你要清楚的物件不要看。你用台湾人是可怜的，我不跟你们非常非常可怜。当然啦，哈，台湾人这你啊，咱台湾人看袂讲，谈得拢袂歹，是去国民党给你夹歹去，让你变得不要想啊，不懂得思考，没有逻辑观念。其实咱台湾人哪尊能够安安静静下来，把台湾政府变得和台湾能够没有什么蓝绿之分的时阵呢？台湾人的医药啊，绝对足好足好诶！啊那，迄个时阵，台湾人的思想啊，就 open 就拍开起来。
当你的思想打开的时候，你的心胸就大了。大家都赚有钱，大家都有厝好住，啊有头路，啊每年有两个月的休困，啊你有啥物好争取的？无嘛，敢毋是？赚偌济钱，你食拢同款，佚佗的啊，要旅游啥拢同款。所以迄个时阵啊，咱就过一个真的是叫做幸福快乐的日子啦。所以呢，因为今日吼时间吼真少，蔡副主席特别转来要甲大家做报告，啊，所以大家拢运气非常的好。这个伊要继续来当七点钟久的，伊要讲迄个美西的报告，驻美代表蔡明华先生，各位热烈掌声来拍手。好来，咱个来个行礼者，起立，行礼，请坐。咱坐坐这学员，这同心，以及咱内部这苦心的干部，上重要，那是咱网络顶头这坐坐关心台湾的乡亲士大，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大家好。真欢喜吼！啊，直接会当含大家安尼三甲来研究台湾的代志吼。那么首先，我想要让大家知影，咱伫美国这边只的进展吼。伫一月底，那么美个咱的一个中心就是林德兴先生吼，啊，伊予咱甲调派过伫这个美东，就是华盛顿 DC 只。那么一月底调去遐，再讲个伊有哪真甘心呢吼？迄个时阵是冰天雪地呢，迄雪吼落甲拢都要遮悬呢，啊，逐只着安尼吐雪吐吐，才会当行出去安尼吼，我实足无简单。迄伫咱遮想象拢想袂到，啊，确实真正遐非常辛苦，所以我常在拢甲鼓励，啊，拢会甲讲，你爱要食啥，我甲你供应互你安尼，甲乌说一下吼，因为因美东迄边遐一寡咱台湾料理的物件食较袂得啦。啊，所以伊遐若需要啥，我拢尽量甲供应互伊，全部嘛甲安搭一个安尼吼，呀，啊，重要是去到遐时阵，那么美方迄边遐，咱就开始咧接触，啊，起步就是即个司法的代志，司法院迄边遐就开始含咱咧交涉即个代志，啊嘛甲咱讲啊足清楚，讲恁的代志，阮已经有转过来互国务院。啊，就是正经，比如像我来咧甲咱讲话，讲迄张批吼，迄张批写个足清楚吼。啊，即一步一步，咱拢开始一直咧接触，啊，一直咧含面各方面的单位，啊，尤其是国会，国会迄边咱是上足个，因为国会若要含面交往，大部分拢爱开一寡济啦吼。伊若无济，伊嘛无当讲安尼真迄个含你真亲近，因为因国会每几冬都爱选一摆，啊，所以。那补到这个代志，因拢需要一寡资源安尼吼。啊，但是目前咱咧下面属个国会，这个是算啊做一个安全事务，有关安全事务的这个主席，啊，这个叫做 Edward Royce， 是我那洛杉矶这边才选出来吼。正经是一个查某叫做 Rose Helena， 迄个已经无啊，即马换这个 Edward Royce。那么在这个中间，因内面的秘书也捌曾经打电话过来咱的办公室。啊！伊就甲咱称呼，咱是台湾大使，台湾 ambassador。这声听到吼，敢若听到真爽快啊，对不对？有史以来，应该刚讲是讲四百多人来第一摆啊，真正是第一摆。台湾从来毋捌发生安尼过，啊，这是第一摆。啊，然后伊有哪个含国务院迄边，国务院内面一个单位叫做台湾 coordination staff。中文叫做台湾协调处，啊，这个单位原来放伫遐几啊十冬啊，啊，就是咧担任啊，在咧担任台湾人，因为这个单位就是专门要来处理台湾的代志，有关的代志。那么中华民国一边袂当接受这呢，因为美国的总统每一摆若上任，甲这个行政单位、行政官员第一句就是拢安尼讲。恁袂使和中华民国流亡政权接触，因为这是无被承认的。啊，所以因中华民国，你甲若注意甲看，因会当接触到的，差不多拢伫国会。国会是民意的、民间的嘛吼，所以会当接触。啊，若行政的，包括国务院的，包括军方的国防部的，
包括即个即个做司法的，因拢袂当接受。即个就是差别伫即个所在。哦，啊，那么即个国务院方面嘛是有哪足关心咱即个代志哦，所以电话相对咧含咱联系。啊，军方呢，咱即个德兴兄林德兴先生嘛伫即个军方方面有哪有咧含面接近？爱将军吼，迄拢挂青哦。啊，咱顶下咧，咱咧台湾民众会咩时在？伊看到咧现在啊，讲啊，我知。所以，西部甲我们伫国际上的规定是足清楚的，剩咧是干那咱台湾唔知啊。啊，咱台湾人啥人开唔知？因为中华民国即教育、即社会一寡即资讯，伊拢甲你砍掉的，唔互你知。啊，因为你若知，爱就差不多包括爱款款爱走啊。因为咱是照国际法咧行，咱是照即个国际即个法律来咧做工作，因是无被承认的。所以你讲阿扁啊做总统做八当，啊甚至李登辉先生做十三当，结果美国嘅辩诉嘛袂当入去呢，因为无被承认嘛，无被承认啦吼。所以咱一步一步安尼咧打，所以有人讲啊，那得拼伊到遐，啊，得搁在咱寒民当面盘弄，还是安那？较唔干脆，因较紧的来就好啊。但是你也知影，我一个概念，互恁大家了解吼。某名人欠你少，啊，你坐当恁到要甲讨，敢讨有？敢会讨有？绝对讨无。你也去因家嘛，甚至到因的大厅甲坐咧，甲猜下嘛。是不是？我无啦，你欠我五十万，无你今仔日我来到家，你麻烦还我五万，得同我还嘛？啊，你坐在恁家，搁催恁去，啊，当下咧甲讲拜托你，就还我，敢会还你？绝对还无嘛！啊，咱去到遐，就是咱要甲讨咱该有诶物件，就是安尼。这个概念其实足容易啦，啊，但是一般代表拢较无这个方，无这个想法吼。啊，佮加上上帝嘛讲一句话呢。你要欠什么呀？你要弄门，你要来弄门，啊，弄，哎，有这个一个门开开，当然当入去啊。这嘛是一个概念，所以咱爱根据用这个方式，是安那爱遐辛苦来去到遐，是安那爱辛苦来去遐，安尼一个去甲弄门，就是需要让美国那边知影，咱就是根据这个物件来咧做安尼。啊，尤其最近了，更加精彩，就是咱四月二五有安排要去遐开记者会。啊，我人即几工倒来伫遮吼，啊，美方遐嘛咧含咱联络呢，因为我遐拢有报一挂人伫遐吼。啊，即几工啊，伊有哪含咱联系？美方迄边遐有哪含咱联系？伊已经知影咱要去遐开记者会啊，咱也袂对我通知哦，伊就已经知影，讲啊，恁哪会搞哈？恁哪会知影人来遮开记者会哈？啊，搁伫遮会当请入来。你那知影吼？这个记者俱乐部就叫做 National Press Club。这个记者俱乐部，你若无用正式的名称、正式的单位来申请，袂当凊彩阿哥阿妈拢去遐开记者会，袂当安尼呢。咱当初就用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去甲请，无第二句话，马上互咱赢；无第二句话，马上申请互咱准啦。哎呦，好无？有水无？在美国方面，有哪间足多华人伫外口拢无这个概念，想讲啊，这都记者会台湾嘛，常在咧开吼，啊，菜啊，啊，记者叫得来就开啊，无遐容易。因为迄个 press club 迄个所在，全世界大概有诶一寡有名诶，也是较重要诶媒体界，拢会去伫遐，拢伫迄带，啊，迄是栋大楼，栋大楼，啊，咱建迄间 room， 即个内面诶主任。是一个叫做乔治，这个美国人娶台湾某，我上个是台湾囝婿就对啦，所以特别亲切啦，哦，特别亲切，啊，所以就经常水去经论，互咱用安尼，所以足期待四月二五，咱会开始去一边呀，啊来不讲咱要讲的声音，因为我甲美国方面我哪讲过，六十几档啊，恁所听到的声音，拢是中华民国的声音，顶有就是中国人的声音。并无听到本土台湾人的声音。阮台湾民政府，阮台湾政府是代表本土台湾人要来遮发阮的声音。所以你爱以后有机会有关台湾的代志，你爱含阮台湾民政府来联络啦，好冇？
这就是咱要强调的，这就是咱要让美国知影讲，来台湾民主已经起来了。我那就是咱坐坐来，大家伫只只咧斗努力，一个能力，一个表现出来安尼。啊，所以咱来一步一步，虽然辛苦，但是若有进展，都足欢喜。上重要是这啦吼，所以头即马比如说讲啊，咱这个蔡副主席吼，安尼开钱吼，阮太太嘛会念嘞，我脆脆念嘞，后尾就买，我是唔知尔嘞。啊，但是阮太太吼，伊拢安尼啦。即马等一下过十分钟讲，恁即马进展到啥物程度哈？所以可见吼，心对不一就对了哈。不过我见啦吼，毕竟阮拢是为台湾咧设想，啊，不管我艰苦，最近家咧嘛爱做，同款咱伫台湾来报价的，嘛是拢同款这点心啦，对不对？好，安尼感谢大家，后来继续努力，继续拍拼。我相信咱一步一步安尼打，总是咱的立场非常清楚，咱的主张、咱的理论拢完全足正确。那无今仔无在量行到安尼，讲较简单哦，中华民国伊那唔去行好咪？伊资源上济啊。伊上有钱啊，因为台湾人的社会观是拢伫个手里呐。但是伊会当竞争啊，伊会当去武力，拢是干那国会人尔，袂当进入到真正的行政单位。但是咱步得大入到遐，咱无虾米钱呢，大家真啊穷甲那地方强要破去吼。但是咱入到美国的行政中心入边，希望有一天台湾民政委主席会当打入到美国的白宫啦，好冇？感谢 yeah， 所以这个部分咱必须要有哪去继续努力，因为只有坚持坚持再坚持，才有法当踏出一条路。啊，你美国嘛是目睭金金在看，看讲恁到底有影真正要安尼做无？因为再来六十几人来吼，台湾人内面派系党派足济，啊足济有当时啊拢会惊歪去，啊惊歪就破病咧。啊，所以美国方面嘛，足担忧。为什么爱大家设这个所在来训练？就是因为咱的观念、咱的资讯，拢完全和中国人给咱扭曲去了。啊，这个部分咱足需要强烈来个纠正起来，所以就需要训练。啊，那以前中国人嘛讲的军政、训政、宪政嘛，敢捌听过？捌啦吼。咱即马就等于训政时期啦，就是在训练人。训练人了以后，咱从这个头壳的逻辑就正确。所以伫台南，我前几天我是拜二半暝啊，倒来到台湾，啊拜三就变去台南遐咧讲吼，啊拜四嘛去一场，啊内面遐有一挂乡亲讲，恁内面训练人吼，啊这些人为学历也无悬啊，啊人因你看人中华民国的人个拢朴素、世俗，啊朴干啊朴个，啊朴干唔知变哪朴一大堆。啊！恁遮都拢会学历无悬，啊是变啊含人批评，讲安尼我讲只互你听，扑滚啊扑，扑五六十扑拢无要紧，问题是伊个逻辑唔对，安尼到尾结果伊是哪是零呢？对唔对？啊，咱若读国中尔、高中尔，啊是普通大学尔，啊是国校，甚至国校尔嘛无要紧，咱若逻辑正确，咱是分数比伊较悬呢，对唔对？所以那是重要，是伫这个所在。你逻辑那正确，你的方向那对，咱的路就行会出来。啊，你读个破书破，破滚啊破拢无要紧，但是你逻辑唔对，较曲嘛曲着壁，都无法度能行出一条路出来。差别伫遮。后伊听了讲，敢那个有道理安尼啦吼，敢那个有道理。所以可见吼，一般的人的想法拢是用表面来做判断啦。啊，其实。上重要，美国为啥要叫咱来遮做训练，就是这个作用伫遮吼。啊，甚至迄个奥利桑啊，伊就咧讲，你著知影讲安尼论述拢对，啊，那唔叫美国赶紧入来就好啊，代志就解决啦嘛，吼、哦，伊就安尼讲啊吼。我讲啊，你讲安尼较简单，我嘛足爱安尼，现未当我看伊今仔下晡会当现马上来呗，我要搁啊欢喜。但是伊要看恁台湾人到底头咧想啥。到底恁到底概念对啊？唔对啊？万不如我哪来？啊，恁概念唔对，啊，搁用鸡卵甲我炖，啊，我唔着衰个，是不是安尼？哦，因为你看即马中华民国开始咧，甲你舞一挂反面，哦，什么牛吧，或什么猪吧，或进口商，就甲你舞，互你变反面。
啊，万不哩，恁若正逻辑还阁无正确，啊，我来，啊，你阁举扫帚要甲我讲，我毋着衰个。这就是概念的问题嘛。所以我是讲，美国嘛要看你，看恁台湾人要安那表示呢？看恁台湾人要怎表现，讲我要行这条路。啊，这边安那表示，其实足简单，进前伊就甲咱教过啊，就是 ID 卡嘛。敢那简单讲，你要证明你是台湾人就好啊。台湾人在遐那辛苦，你无看？敢那这个 ID 卡在遐在那辛苦，证明袂出来。你看伊敢袂当相信讲，恁要真正行这条路，这就是差别在遮。你若讲一拳头花了个大概五十万、一百万，拢有这个 ID 卡出来，伊就哎，安尼恁台湾真正用来，我照恁的意思安尼行，足紧就来，足紧就来处理啊。问题都唔是咧。袂咧那唔咧，啊！这个阿表拜托到有师傅当，目的是啊，足济台湾人咧等孙仔黄阿妹，看孙仔黄阿妹咧，啊，甚至吼黄阿妹一定要去捡哦，等看会当落来，搁会当下来到因家喝一杯安尼，食真好就对啦吼。这吼是来讲个含一般民族是，外伫后面个民族是无安尼啦，哦，咱拢贪方便啦。啊，出方便，啊，其实每一项工课要争取到，拢爱付出一番的心力啦，无迄个讲食清领便啦，哦，所以将来后尾迄边遐，就是拢安尼讲，讲囡仔爱教伊安那去抓鱼啊，唔是用鱼啊好食的准耍，爱甲教，教伊要安那去抓鱼啊，干那要安那去讨海，要安那去探食，这才是重点。目前咱这就是安尼咧做，咱就是爱先训练遮人知影正确的物件。才有法度能行出一条路出来，这也就是美国苦心硬咧甲咱安排的部分的遮，啊，所以这个 ID 卡非常重要。这个 ID 干那要证明你是台湾人尔，就遮尔那辛苦了嘛。所以这个 ID 你哪会当有下着？你上无嘛？拍银行做保证，来我就是本土台湾人，用这做证明嘛，就是安尼嘛吼。所以美国方面的部分，咱拢有哪有咧努力，咱拢有咧杀。但是换一个倒转来，美国方面看恁到底有要安尼无？恁的牌又阁是伫对，这就是安尼来。吼、哦，所以包括外口一寡只派系，一寡只党派，嘛是同款啦。咱门开开，咱拢欢迎因来。有的人讲，啊你蔡先生，你咋做过民进党？你敢唔甲民进党遐苦苦来咧？我嘛爱呢。啊，问题是应敢袂，因为头壳逻辑无概念。所以我就常讲，我门二十四小时拢开开呢，像 Seven Eleven 同款呢，开比搁较久呢，二十四小时拢开。问题是伊会当接受的，差别伫遮。啊，啥呢？奈唔接受哩？因为伊感觉伊个拳头要比你较大咧，伊感觉讲哦，伊比你摆搁较大机，所以伊要看讲，恁到底真正有影有迄个本事无？但是等等有一天，咱也到到迄个程度啊。换一个种啊，换一个种啊！啊，若到到迄个时阵，换咱个得意啊，对不对？对。无你要个得者，才会使嘞。得迄个正确个，得迄个含咱思想观念拢相像个，得迄个会当替台湾设想个，迄我较袂。啊，若干那要探亲好食便呢，迄我另外无爱。你讲对不对？对。所以咱家己有呾爱有一个正确个想法，就是讲咱唔是。排斥其他的人，咱拢非常欢迎。但是欢迎以上，欢迎的中间地，就是你爱对咱这个讲的这个国际法来行。因为国际上就是要听这嘛，国际上就是要听国际法、听战争法、听有关的这咱对台湾有利的物件嘛。啊，你讲什么独立啊？要选举要赢？我前一阵去年的十二月份、十一月底回来，我冇去拜访。民进党一寡只议员，其中一个叫做唐碧娥，大家可能捌听过。含伊坐要几点钟诶？咱议长嘛做伙去，嘛是讲几点钟诶？到尾甲伊讲啊，啊我选举就选落赢啦，我怎啊叫要昏倒哩？这就是苦处，迄、那个苦处诶所在，伫即个所在放袂开啦。敢若囡仔迄个泥水啊干掉，拢放袂开啦。啊！你若真正敢讲看远呢？自然咱咧讲的逻辑就听有啦。
所以这个论述其实无深呢。比如说讲作深作作难，有啦，有某一部分搁较有的所在真正是深啊，但是大多数这逻辑个听起来无作深，但是因奈讲个听无。唔是听无啦，因咧读个博士博，啊，搁而且去海外留学，啊，搁安那对安那靠迄落听无，唔甲你听啦。我这无读啥物册呢，啊，我就听有。啊，你话话种学历无盖关，人嘛听有，啊，啥来伊来听无？唔听嘛，伊想的是想伊的方式，想的想的是伊的，即个选举的问题咧嘛，所以真可怜呐，啊嘛是真悲哀，就是安尼哦。但是无要紧，咱继续。打拼好行，到到有一天，伊看讲，哎、欸，咱大买起来啊，吼、哦，咱大买啦，吼、哦，咱大买起来啊，换因开始爱种啊，换因开始爱真正来好好读这个物件。啊，迄个时阵，伊爱排伫后边，迄阵爱排后边，吼、哦，所以咱也免讲因为安尼，就来感觉讲啊，真灰心，还是感觉讲，就对因有色眼光，满面，咱拢非常欢迎伊。哦、所以我常在咧讲讲，台湾所有的派系，拢是台湾的一份子。哦，咱拢欢迎，但是敢若一个前提，你爱真正有迄个心来思考这个代志，因为咱目前咧行，咱安尼咧杀，国际上拢清清楚楚，国际上拢会当接受，这就是咱的重大的武器嘛。所以像像头先，比如像咧讲，像咱来去研究这個国际。因为国际法、战争法，这是伫小国家来讲是上好的一个武器啊。无咱拳头无大粒呢，咱上大嘛是台湾一个岛，啊，甲加平湖，啊，甲边仔只小岛，啊，人口算上个嘛，甲两三千万，对不？哦，来伫全世界来讲，110几个国家内面嘛，差不多排伫咧中下个尔。那有偌大，那有偌强，无法当遐强，拳头无遐大粒，无要紧，咱有国际法。咱就是针对国际法施拉落，美国的一个国务卿一个拢嘛安尼讲，国际事务爱根据国际法来行，就是安尼。哦，这就是咱的武器，这就是咱的一条生路。啊，咱就是用这个生路来行一条路出来了，好冇？这个美国方面吼，其实佫有一个重要的秘密咧，含咱。检讨这个代志，啊，迄、那个代志吼，我目前还袂用个透露，是有关某一个人去予人家己去管迄个代志吼，啊，这咱以后咱看发展，啊，若较过来拍算，这咱拢一点一滴拢有咧关心。迄件代志，咱是全部所有台湾人的所有的团体内面，咱是第一个跳出来咧替伊走状的，啊，咱大家心内有所得啊，因为美方迄边嘛，甲阮交代。慢只后壁讲哦，慢只后壁笑啦无，即拢已经开始咧进行个工作。吼、哦，我点到遮安尼就好吼。哎、哦、呀，啊，但是咱期待啦，期待啦，因为即个代志，若咱真正行出一条路出来，对伊个人，对台湾来讲，拢是条真水个路啦，好无？即个是咱平常时啊，吼，人讲有烧香有保平吼。啊，不过上重要是，咱有咧努力啦，咱有咧做，啊，人拢会感觉。啊，你若拢无点无动，人就无个要紧呢。因为毕竟台湾离美国太远嘛，吼、哦，坐飞机上近的西岸14点钟呢。我若逐间当下拢戆笑笑吼，啊，但是嘛，这喙齿应该拢念大堆啊，念无精神来去演讲讲讲听，啊，那无袂使啊，因为时间有限嘛。因为我当下拢差不多几礼拜尔吼。啊，嘛是家己大嘴念者，啊，赶紧去提精神起来，去讲予大家了解一下吼。因为必须要予大家做一番的深入的了解，安尼咱大家力量才会当集中，啊，才会当去继续拼安尼啦吼。呀，啊，所以基本上，这个国际上的事务，咱安尼的路是非常正确的。哦，啊，首先我直接大家，我有哪予恁大家知影一下吼，这个是安怎？咱讲要甲美国讨。恁大家敢知要讨什么物件？啊，什么资格要共讨？知唔知？
阿伟敢那在阿伟些看底下心的心，阿伟根本拢阿咧海头吼。无紧，我今仔有那有写一寡了，阿互大家做参考吼。这可能有的人阿咧捌听过啦吼，阿有的人可能阿个唔捌看过，但是我相信咧初级班吼，可能吼阿个无听过的人较济啦。我拜托两个来到，甲我下起来，另外一边。后边是我公司的公司，好来。来，我这是战争法，因为必须得有咧讲国际上一个战争法吼。这个战争法吼，大概平常时啊，大多数的人拢较无接触到啦吼。啊，这是真要紧的一个概念吼。诶，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国际上就有一个规则出来。战争法内面。我只个简单用一个流程安尼写啦吼，啊，恁若要抄起来嘛，无要紧，这是算一个真完真简单的一个程序，一个流程吼。就是两个国家要开始战争，伊要先宣战，爱先宣战吼。那么宣战呢，爱经过国会同意。哦，唔是讲凊彩某一个阿哥阿妈就讲要共宣战，就当宣战，因为是一个国家，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国会。国会同意要宣战啊，他把这宣战的这个宣言交过来给总统，交过来总统对外发布，对外 announce， 讲来了，你个国家，我甲你困困啊摆，你拢无要照安尼行，我要开始甲你宣战，要含你战，吼、哦，这就是宣战的开始。所以为这点，干那简单这点就知影，蒋介石啊拢咧骗人，这个蒋叉叉拢咧骗人，吼、哦。伊咧骗咱啦！伊早讲伊对日宣战呢、啊，对不？哦，大家捌听过嘛？讲伊对日本宣战，但是你爱知伊迄阵啥物身份？伊即阵敢若一个行政院尔嘛，行政院哪有资格通宣战？所以可见伊根本就咧骗啦！啊，所以然后日本嘛拢无要插伊，就是伊无正当性。无照起工来，无照这个国际法、战争法来行，就是安尼来。哦，所以就开始就一定爱先宣战，宣战了，两个国家就开始战，乒乒乓乓吼。啊，战，为战久，为战慢，这拢无要紧，这看家己的本事。战了一段了，一开始战就爱成立这个军政府啊。军政府就是这个将在外。要去韩人战的时候，总统家己无可能走去遐嘛，一定爱有一个政府先过遐嘛。啊，伊原底政府还佫留伫遐嘛，所以伊的国防部部分的这个政府，就代替原底这个政府处理到迄边遐。啊，总有一个临时的政府伫遐咧韩人战，迄叫做军事政府。是安怎开用政府的名？就是 USMG 的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就是那些政府。啊，这个政府是代替原地的，因为你可能战争有通走去人遐战，美国作个走去人兜战呢。啊，公共个破拢恁兜个花间，毋是阮兜个，所以美国作个有战争吼。啊，因为伊要管全世界，所以伊必须要有正优先啊正水个即个武器吼。啊，所以军事政府开始就先成立。啊，你对方话讲我话也无成立军政府，无要紧，迄你无办法通成立军政府是你的代志，毋是伊的代志。你若有，你就成立；啊，若无嘛无要紧，嘛照常爱拍，无哪法度吼。OK， 来即马战那个军事政府成立就开始就拢伫战争中间。其实古早嘛有军政府啦，咱大家可能无注意个看咧。以早吼历史故事内面讲啥物岳飞，啥物。十几道金牌要甲调回转来，啥物货？啊，伊讲军命有所不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有无？捌听过这种故事嘛？吼，就是讲我将军伫外口，啊，你皇帝命令要甲调转安那，我袂当无要杀你嘛，可以啦。迄个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迄就是军政府。啊，不过是名次无同款尔。吼，所以这军政府是在。诶，原底迄个政府伫外口咧战诶作用安尼啦吼，那么战争期间就开始战，即战偌久、战偌紧、战偌慢，就看两国安怎战吼。咁我战到有一天，对方叶伯吉啊投降，迄阵就叫做停战啦。战争还未完全结束哦，迄叫做停战了，就是停起来，无战了，因为对方叶伯吉啊投降了嘛。哦，啊，那么。叶伯吉亚投降，迄个时阵，迄、那个
较强的迄个来赶紧入去军事占领，爱入去占领。啊，啥人爱入去占领？因为伊即个原地迄个政府已经互人甲你拢甲你占领了，你个政府已经互人甲你扭落来，扭落来了，你就变成会变成没有政府的状态嘛。啊，没有政府的状态，伊必须要有一个政府临时赶紧入去甲代替安搭。所以这个军事占领就是一军政府爱赶紧入去，赶紧入去做军事占领的动作。哦，啊，这军事占领就是有管理的问题啊啦，管理的问题。那先占就先入去处理，啊，慢占就慢处理安尼吼。啊，通常拢是占性国家的入去做军事占领。哦，啊，所以这么来的是军政府爱进驻入去，军事爱进入入去，军政府进驻入去，逐个军政府吼，大家看到军政府会惊讲哦，啊，这礼拜无定要台要割，其实唔是啦。军政府的目的就是安那，就是要保护当地平民的生活。啊，是安那个安尼？因为迄个国家的政府去予人救落来啊，变成无政府，无政府会乱糟糟呢。啊，怎么办？就必须要有这个军政府临时立起个安道条。安道条，予伊百姓袂因为战争造成袂过日子，所以伊必须要有这个军政府来个保护当地生活，保护当地正常的运转咧用的安尼啦。哦，那么这个经营一段时间啊，这中间的时间要外久，拢唔是咱会当决定的哦。所以一段时间啊了，这个军政府爱甲当地人、当地人民较尊崇哦，那外围来无尊崇哦。当地人民甲揪起来成立一个民政府啦，爱甲揪起来成立一个民政府哦，因为这个军事政府里面是外来的嘛，啊，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伊无啥会了解啊，所以必须要有当地人来用一个民政府，甲准甲监督，准甲监督啊，准甲甲鼓励，准甲甲教讲，哎，阮遮习惯啥啥货，啊，阮遮风俗啥物啥物，这就是军政府甲民政府两方面一个合作，即互当地维持即治安各方面的作用伫个，哦，所以军政府甲民政府是互相伫咧互相帮助来帮助去的作用用的啦，吼。OK， 所以但是一定爱当地人民。当地人民 ，OK， 那么这个人民政府成立一段时间啊，拢稳定啊，嘛拢无问题啊。来啊，进入到这个所在，爱赶紧进入正式的政府，来用国名、国徽、宪法、国旗、国歌，什么有诶无？一寡该有诶国家诶物件，拢爱成立出来。啊，这个物件就是要做成一个政府该有诶，即个作、即个、即个单位、即个物件。那么这个正式政府哪好势啊？军政府都爱较去含这个政府爱来签条约、签协议、签各方面的物件，因为这个军政府你要搞遐占，无可能占永远呢。所以必须来讲，讲占领袂当移转主权，啊嘛袂当永远拢占遐呢。一定爱甲当地扭起来做一个含伊协调的物件，啊，而且到家你需要，都爱赶紧签这个合约啊。因为证书我嘛，来，你看要去陪我啥货，还是要安怎？要安怎？吼，拢写写好势，写写好势了，就来话拢结束军事占领，结束迄个军事占领，吼、哦，结束军事占领，结束军，这拢爱对外安那是爱宣布吼、哦，啊，即马军事占领好了，我紧，我紧，来，军事占领了，伊来宣布，什么时阵要撤军？哦，撤军，这拢爱有一个形成出程序出来。那么撤军呐完成啊，的全部主权移交完整啊，哦，一个正式的国家，正式的主权国家安尼认起啊。这样呢，就是安尼流程，安尼看，敢那像足简单吼、哦。我用一个例讲，给大家做参考。吼、哦，用一个例，就是讲啊，讲伊拉克的战争，大家伊拉克战争敢有听过？2003年，知影这件代志啦吼。其实我正正代志无介久。2003年的时阵，伊拉克和美国战，啊是美国对抗宣战。迄阵的政权叫做胡山政权，胡选，胡山政权，大家捌听过啦吼。啊，啥物还没战？因为这胡山政权对内吼，糟蹋这人人民，糟蹋到无啥啥。啊，对外嘛去糟蹋科威特。阿布加附近遐国家，大家拢安尼民不聊生，足讨厌。美国再三甲警告，
甚至包括油工的代志嘛，拢交叉国际社会。所以美国再三甲警告讲，你袂使甲安那安那安那，拢唔听，唔听后来宣战，就是为只开始宣战。2003年前后无甲两礼拜就战煞。这伊拉克这胡山政权哦，看唔是坐卡通泡沫，光想要绕跑，啊，结果嘛去用掠断。所以你若看电视，伊个铜像上可能揪落来，迄就是政府规个方摧毁啊。哦啊，所以摧毁了这个政府，伊就军事政府入去啊，军事政府入去，伊就入去占领。所以你看电视内面，一寡美国兵啊、阿兵哥伫罗林安尼派枪，啊，伫罗林安尼巡逻。在伊拉克迄个所在，啊，伊拉克个囡仔吼，佮有踢卡球，哈密达咩咧踢卡球咧佚佗，迄就是军政府来咧占领了，爱保护当地生活，保护当地生活，啊，是安那爱保护当地生活，因为遮民民是无辜的嘛，因要摧毁对象是政府尔嘛，这个政权无正当，这个政权欺负社会，这个政权甲国际社会造成到无啥啥，所以伊爱甲。处理起来，因为美国是国际警察啊，警察爱出面来处理啊，吼，所以就是变成咧，所以军事占领了，就是保护当地人民。那么到个一段时间，伊拉克的民政府伫什么时阵？2009年4月份，我迄阵人住伫美国 ，CNN 电视台报个足清楚，伊拉克的民政府的主席去白宫访问，去白宫访问。所以有一天，咱台湾民政委主席买去白宫访问呢，对不对？这就是拢照战争化的程序来。所以，这个伊拉克的民政府迄个主席去到白宫访问的进程，伊拉克有20-30个民政府，大家一大堆民政府走走出来。啊，我咧相信后边咱即马台湾买一大堆民政府走走出来，甚至路边吼买卖不能打嘛，什么民政府不能打，有什么民政府有外面一大堆拢会走走出来。大家台湾人足够放的，足够模仿的啦。听到这个民政府的名，哦，大家拢要用，嘛有可能20-30个，无定着40-50个有。啊，无要紧，到尾要经倒一个，有哪是爱美国这个占领全国来决定？伊要经的，就是爱经。真正有对国际法来行，真正有对国际这个战争法来做的工作。所以2009年，这个伊拉克的民政府就去这个美国白宫去遐访问。2003到2009，你看几冬？6冬呢？安尼算上紧的啊呢？算上紧的啊呢？哦，咱武60几冬还佫还袂到迄个程度，可见哦，这拢是控制伫占领全国的首领吼。那么到佮迄个时阵，伊嘛然后伊拉克就开始用伊要保持原地的名嘛可以，所以嘛继续佮用伊的名，爱国会甚物拢用哦，正式好势。美国较完全撤军，啊撤军嘛是美国总统有伫电视顶头announce。2011年开始撤军，到2012年要撤完，2013年就完全拢清楚啊，就完全一个主权国家拢出来，安尼有清楚无？啊，咱倒转来甲看台湾的问题，咱到倒一坎，大家看到倒一坎，到遮呢嘛，对不对？这军事占领嘛，啊，刚好搁伫遮嘛。后壁阁偌长，阁落落长呢，所以咱后壁咯，啊，阁足需要坐大家阁继续努力。啊，无要紧，咱若路正确，会足紧啊，敢若像咧走马拉松安尼走足紧呢。啊，你若路唔对吼，就直接饿人，饿袂煞。所以咱到即马目前，阁还阁伫遮啦。吼，啊后壁阁一大摊一路爱行，但是路偌远，路偌歹行，拢无要紧。只要咱有坚持，喙齿因家己嘛较惊到啦，好唔？所以这流程安尼个看就足清楚啦吼。啊，我相信安尼个讲法，可能恁就较有一个概念啦吼。啊，这部分，互恁大家做参考，因为基本上，若讲到战争法，有当时讲拢会跳来跳去。啊，我想讲，若用一个程序安尼写吼，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当然，这讲简单啦吼。啊，中间的时间要外久，拢唔是咱会当决定的。啊，中间嘛，佫有足侪枝枝节节的代志。哦，虽然讲好像很简单，安尼一直顺然后足好势，但是吼、哦，内面佫有足侪咩咩角角。哦，啊，但是佫安那咩咩角，咱若对国际法来行，咱路就对啦。
咱落就对了。所以为什么一挂什么台独派、什么派一大堆派系，行行行拢会去哭着白，就是伊都无照安尼嘛，都无照安尼嘛，吼、哦。OK， 歹势，感谢，多谢，安尼会使吼，阿个师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吼，咱若为这个内容吼来个看起来吼，咱就知影吼。这个美国吼，其实现在拢有咧甲咱讲一寡重要的重点，啊，咱家己听无啦，咱家己听无。2007年6月2日，陈水扁还搁咧做总统哦，迄阵的总统府的秘书长陈东山，足清楚。迄阵 AIT 的理事长叫做 Stephen Yang 杨淑丽，亲亲的三个命令。大家捌听过这个代志嘛？敢捌听过？下三个命令，你比较总统府阿边啊，甲含陈东山立正爱听，讲甲足清楚。伊讲第一，恁台湾唔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嘛唔是中国的一部分，恁爱记记在心哦。第一点，第二点，伊讲恁台湾人未使画公道哦。第三点，伊讲台湾嘛未用画独立。多谢。哦，这为简单安尼讲这三项，啊，但是恁爱甲想好清楚吼。讲、哦、台湾袂用看公道，啊，足奇怪。美国是民主国家、民主社会，那有迄个讲台湾的平平人，啊，台湾人都袂使公道，敢袂台湾人较细汉，敢有较细汉？你看咱这李斌叔的，这徛起来肉乖乖，靠迄个较细汉，吼、哦，这肉乖乖足大长，那有迄个较细汉？台湾人无细汉嘛，咱这李斌叔安尼遮大长，哪有迄个讲较细汉？无嘛，啊就为什么美国人会当公道，啊咱台湾就袂使？无迄个道理啊！哎、欸，原来内面有文章呢，有文章呢，什么文章？伊讲恁台湾哦，有两种人，就是我上在咧讲电视广告嘛，咧讲啊，丝丝有两种呢、啊，丝丝有两种哦，哦。啊，台湾人冇两种呢，就是事实有两种。啊，这两种人，一种就是本土台湾人，啊，一种就是外国人，就是中国走来这难民这。啊，我美国甲你问，外国的人敢会当来决定台湾的前途？恁台湾来命运，会使袂？袂使啊，对不？既然也袂使，你要公道什么会？是不是？这足简单的逻辑嘛？你甲想看麦？哎、欸，我的厝啊，别人来要甲我公道，袂使一嘛，对不对？对。既然也袂使，你要公道什么？哦，这足简单的一个逻辑呢。啊，过来，你若要办公道，想要办，想要办。我讲啊，在中华民国有一个选举委员会啊，迄来办啊。哎、欸，恁来看清楚，中华民国选举委呢，迄是中国的呢。啊，既然是中国的，他即马落来讲了，中国外国人都袂当来决定台湾的代志，中华民国要哪来决定这个选举的代志咧？袂使嘛。哦，所以为什么美国甲咱讲台湾袂使公道，就是这个原因。哎、啊，你迄阵陈水扁咧杀公道，所以美国气到要死，就是有哪这个道理。啊，到尾啊，就甲阿扁啊讲，你是 trouble maker， 叫他甲要死，叫他袂煞，就是安尼来。这叫做 trouble maker， 就是麻烦的制造者，就是安尼来。人美国咧讲代志、讲话、讲做代志，唔是无道理呢。啊，咱爱去观察，咱爱去甲了解伊背后真正意思的对答，才袂误判情势啊。阿扁迄阵咧想讲，啊，我著杀好行，甲白米煮成饭。安尼就好啊，唔是呢，未通呢，因为人国际上就甲你讲啊，做啥？恁两种人要哪来选管理台湾的代志，要来决定你台湾的前途。啊，若互决定了到底，变成中国人讲要含因迄边做伙的话，啊，你怎啊台湾人唔得叫苦连天？是唔是？未使安尼做嘛，足危险嘛，伊无权利通决定台湾的代志。好 ，OK， 啊，过来讲你台湾免个独立。是安怎个袂用个独立？我台湾遮个人，阮都拢爱要独立，较会使袂当独立。独立
意思是啥物货？独立的意思来讲，我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我要甲分出来、独出来 ，independent， 要甲分出来，迄叫做独立嘛，对不对？是不是安尼？哦，就是人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嘛。啊，我借问你，你台湾是对一国的一部分？问你个咧，嘛袂用应啊！阿边个了讲，当下也有影就对。啊，我若要讲中国，嘛家己讲袂出嘴。啊，要讲对一国嘛无啥通，所以问唔敢讲呢。你若讲中国，啊你死啊！你含路人行都无路人行。中国现袂当要甲你吃去啊，哪有可能乎你搁再变了去独出嚟？无可能嘛！所以伊根本就无法度人乎你讲话独立，就是安尼嘛。哦，啊，过来。即马因只中国人就讲，哦，你若讲独立吼，啊，就引起战争啦，就安那都安那有无？讲啊，这阿强就要甲你拍啦，安那都安那，其实嘛唔是啦。台湾含中国就无关无系，头即马第一句就甲你讲啊，造成台湾都唔是中国一部分，嘛唔是中华民国一部分。伊凭啥物资格要甲你干涉，要甲你糟蹋，要甲你拍？是美国要甲你讲假装啦？什么原因？你讲啊，是安那开安尼？我都家己话要独立，含美国有啥关系？有喏。头即马我咧讲诶，美国台湾则是占领国伫遮呢。啊，你伊即管理都无经过伊遮，你变哪个独出去？当初美国为着台湾，偏哦，遮多数遮所在，费尽偌济人脉，费尽偌济经费，费尽偌济资源。你若去看硫磺岛战役。几万名美兵，拢无去呢。日本兵拢七百自杀，有哪几啊万名拢死伫遐呢？为着啥物？为着台湾这个所在啊！啊，所以美国讲，我为着恁来牺牲遮尔啊济资源也好，人马也好，军力也好，遮尔啊济，啊，你一拳头来要甲我剁出去，我即管你敢有甲我尊重？没有，啊，没有的话，我当然甲你讲假装啊，就是安尼来的。这一定要含伊协商，还含伊协调来看要安怎处理。这就是为什么咱爱根据战争法、国际法来讨物件，就是安尼来，就是根据安尼来。啊，所以话讲啊，中国甲你拍，各位啊，中国若甲你拍，迄叫做侵略呢。恁捌听过侵略无？侵略就是唔是伊个物件，伊都强要甲你下去，就甲你木、甲你拍，迄叫做侵略，就是偷，就是抢嘛。就是侵略嘛，就是安尼嘛。啊，一旦伊哪个咧侵略，人别个国家袂急点点呢，就拢出兵出来啊。所以可见吼，台湾这个物件，咱呐台湾这个所在，咱呐认真甲思考，作者咩咩角角，拢人美国拢有咧甲咱讲，啊是咱家己拢无去甲注意听，啊嘛无去甲认真甲思考，因为伫台湾这个媒体。台湾这社会教育，台湾这的一寡这学校教育，拢甲你用中国因素放入去顶内面，这才是假大的所在。所以台湾人作这，拢会误判，拢会误判，都是安尼来的。哦，啊，咱若听这秘书长咧讲课这的资料，看好清楚以后报纸作个看，比啥物更加好看，是不是？是。你看最近咧比赛棒球。但一个讲，那赢球讲伊是中华队赢球，啊，那怕是讲啊，这台湾队赢球，好拢因兜的啦。讲来讲去拢伊咧讲的，其实咱看足清楚，只不过是Chinese Taipei是中华民国流亡政权嘛，足简单呐、啊。但是伊唔好你知啊，因为伊要继续甲你洗脑啊，继续甲你控制啊。所以你看即马目前电视公司、电视台咧报些新闻，拢报啥？报辣妹呢？报帅哥啦，报好食的啦，报好佚佗的啦，拢报这啦，都互你安那蒙蒙标标过日就好啊。敢若像咧饲猪小将，啊，剩的你毋免知介好，你愈毋知伊愈好控制，啊，你若知愈济，伊愈烦恼，就是安尼来，就是安尼。所以咱家己爱判断，啊，而且若有机会。爱为挂网络，尤其这少年家吼，恁有机会，你去网络看一挂国际的事务，看国际的代志，你就清楚了解怎么一回事啊。这就是我常在咧讲的，咱台湾的代志，咱袂用感情用事，咱来学习欧美方式，就是法理性，甲法放伫头前。
来较讲道理，来较讲感情，感情无讲嘛无要紧，就照起讲就好啊。这是法理情，啊，咱台湾拢爱当道兵，因为中国人的方式就是安尼嘛，拢是讲感情啊，啊，我含你较好啦，无啦，你就把我放一个啦，让我过安尼，就是用安尼。啊，其实伫美国遐无安尼呢，美国遐吼，总统嘛爱尊重咧收碗盘遐个威特呢。因为迄个工作是伊个工作，伊个职务，伊咧做个物件，伊个职权，你总统嘛爱尊重伊呢。伊若甲伊讲，你等外口等，我出五分钟后卡，互你入来，伊嘛爱乖乖等外口等。安尼有大无？所以咱爱概念爱清楚啦。每一个人个工作，每一个诶，即个职务，拢有伊尊重个所在，甚至总统嘛爱尊重，都是安尼来。这就是民主嘛，对不对？这就是上规道的国家嘛，啊，咱台湾拢唔是呢，看到遐歪道，歹到要死，后尾甲骂死，无应该啦。所以咱爱学习，咱将来台湾要行做变成国际一份子，咱爱对人国际概念，对人国际上的教育方式，就是我那咱爱学习这个所在，安尼咱才会行向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啊，那用中国迄套吼。你永远在底下担一桌啊，卡咧算钞数钞票算未煞，拢咧乌西嘛。啊，咱无应该做这种工作。台湾以前有日本的系统，五十几栋啊，咱爱赶紧甲捡倒转来，甲发挥又好势，来得足水啊，真正得水当当啊。台湾其实水用水啦，哦，所以咱家己若有概念正确，就袂去互骗去啦，就袂去互走进去啦。哦，啊，下面我若要介绍，予大家知影，就讲台湾的将来要怎么样？因为将在讲法哩讲较久吼，大家可能已经啊，差不多加减啊有概念嘛。那么台湾的将来，台湾的将来会真水，像咱即大家，逐工都青青翠翠，足水的。我逐摆若当来台湾，拢哦啊，个寒到要死，啊，佫水当当，拢足青翠。伫美国遐吼，若到较寒，人是拢打去啊，拢无叶啊，拢无啥个，啊，只逐。工呢，因为遮水质好嘛，啊个雨水也高嘛，啊个气候也好嘛，所以即个不时拢爱清水个，所以台湾足水，非常水。啊，但是水个中间，咱即马在入咧伫陷阱内面，伫个江角内面呢，是安那开安尼？这就是有政治操作伫因内面。那么台湾个水，将来个水会安那呢？你若个看像香港吼。香港差不多台湾的台北甲台北县市安尼遐大呢，大概然后我无认真讲呢，台湾差不多一定有香港的五倍甲六倍有啦吼，大概啊然后我无实际甲了解，但是咱台湾的将来，既然是有香港的五倍也是六倍，将来的台湾就有香港五六倍水啦。伊尼阿讲，香港这人那小所在，因为伊的制度好。造成伊真正个发挥真水，啊，因个原因，因个原因就是后壁英国系统。所以你啊看最近香港啊吼，那伫报纸上可能加减有看到，讲香港要离开中国，啊，要看是当转去英国无安尼啦吼。这报纸可能加减有看个，啊，民调拢有写呢出来。啊，啥物原因？就是人因欧洲、欧美迄边，人因个制度真好。伊个系统真水，所以佮个古古长长拢用会得。啊，台湾咱第一项，咱爱先啊呐，先摕开中国因素。这個、中国因素爱先摕好走。这個、中国因素有两种，一种是外面的中国因素，就是中国大陆这个中国因素。这个中国因素，咱若佮切落当，伊无咱的皮条，在外口这个较容易。但是伊即马嘛足够用足侪步数呢，哦，即马讲啊，要入岛啦、入户啦、入脑啦，就是要甲你通证的意思吼，讲你未到你的家底户口要甲你入去啊，啊，这就是伊用把上一把来要甲咱台湾人西湖端变成下面甲做伙的这个作用。但是咱家己有哪足清楚，因为共产的制度、共产的作风，咱已经非常清楚，所以这个部分咱可能较容易少看。上解困难的就是内面的，所以外围的中国因素较容易下调，内部这个中华民国较是麻烦，因为甲你冷调调呢，啊你嘛甲冷调调，笑命命呢，全世界拢讲中华民国无啊，
啊，甲台中华民国小命命藏条条，藏伫新竹边安尼揽条条是虾米人？拢台湾人，台湾人伫这内面拢甲小条条。啊，所以这个因素要下调，都爱咱家己有意志啦。因为伊吼，中华民国吼伫遮用足侪金钱咧压，啊用足侪洗脑，用足侪各方面的因素咧甲你舞，舞甲你拢会戆去，拢会判断唔对伊啦。啊，原因就是伊要照想这个所在永远甲你控制掉的。咱这个因素若下调，你甲想看卖啊？干那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党产，这哪个收回来？偌济？几千亿个呢？一来一去，一袂煞呢？啊，伊在党产什么产一大堆，一来一去的呢？迄拢一个呢？这拢甲收收回来。18%，18%才有哪甲处理你个？才无应该开的钱。你退休就是领退休金嘛，啊，那有啥物？搁再退休了，搁会当领18%，啊了，搁会当年终奖金，退休搁会当领年终奖金，我一世人真嘛第一摆听到呢，啊，人因安尼做呢，啊，这钱谁的钱？台湾人老官老夫的钱呢？哦，啊，这东山以外，搁有足侪项呢，啥物？我这退休的老吴啊，竟然搁会当去中国包二奶，搁是台湾人咧付钱给伊用呢。我咧若袂，我嘛要来包二奶，包包来搁人甲你付钱，我爱偌好咧。但是无应该嘛，拢台湾人家己的血汗钱。所以干呐，足侪物件，咱来甲收收倒来，收收倒来，遮个物件来用台湾人真正咱苦难的台湾人的身上，看偌好过。所以为啥必须这样咧讲？派行政保证，囡仔为幼儿园读到大学拢免钱，有资源啊！干那这你着真正用袂完啊！这着用袂完啊！足济呢，好、哦，佮甚至包括台湾本身内部有足济资源伫内面。咱的南下面就是这个叫做新南群岛，遮拢是优点呢。包括到台湾遮，佮甚至向北到个新加坡、尖阁列岛遐，拢是优点呢。即个油田，即个物件开发，将来嘛是用伫台湾人身上呢。有水无？有水无？足济资源拢伫遮呢，但是中国人一手甲你定调的。所以，这就是咱要转型正义也好，各方面拢爱处理嘛，是其中一样代志。所以，即个物件部分，咱也会出来，咱也甲收倒转来，拢用伫台湾人身上。以外，包括咱台湾人足骨力、足拍拼。咱的市场和美国的市场和日本的市场都完全开放，欧美的国家、欧洲的国家看到说，哦，你台湾都和美国那些市场都那么好势，不过我也给你来啦，这样咱全世界都走得通、走得到。你看咱卖的东西，要做的东西，都卖富人给人买，这样有好吗？所以咱台湾的东西其实都很优秀、很漂亮，真正很厉害。迄沙白鱼吼，敢若讲沙白鱼本来是海鱼啊咧，啊咱甲用甲会当用饲的呢，看有够无？真正是一级棒啦，对不对？是。台湾人足够呢，啊饲啥物竹龟鱼啦，饲啥物石斑，迄拢海鱼啊咧，啊饲甲下下叫，哦，啊啥物乌金珠啦，啥物，吼，我若逐间倒来台湾食着乌金珠，拢流嘴烂，真正是一级棒诶，真正是足厉害啦。各方面的，迄种热带鱼，迄暗时啊，佫会闪闪烁烁、荧光的呢？什么人发明的？台湾人研究的呢？台湾人头壳，这资产伫遮呢，足厉害呢，足牛呢。啊，但是咱的才华，咱的努力，拢无得到真正回报的，因为中国人定调，咱行袂出去。哇，所以这物件，咱来当好好发挥，哦，真正是进步啊，会成西瓜呢。伊讲讲进步啊，生西瓜呢，唔是哦，进步啊，佫会成西瓜嘞。真正是足厉害，足牛啦。啊，但是咱要怎啊好，怎啊水，咱一定爱伫政治上行出一条路出来，因为政治决定一切。话讲啊，政治盲插啦。好心的啦，哦，以前老大人拢会安尼讲，后尾惊死，因为咱被控制甲上强横去啊。
但是政治哪不插，政治会插你呢？你不理政治，政治会理你呢？卡一条就给你起油价，卡一条就给你电给你起价，那无给你水起价，这都是政治啦的。安尼有恐怖的，好、哦，所以每一点每一滴，咱其实拢互政治甲咱影响着，咱家己无感觉。啊，其实政治会影响咱足侪日常生活的代志，所以袂当讲政治唔插，政治愈插，咱国家就会愈进步，咱就较有将来。啊，伊中华民国个唔互你插，就是因为要甲你控制嘛。所以咱也为这因素，佮有足侪啦，包括足侪物件，咱也整理好势了，台湾将来真正是漂亮的不得了。真正是漂亮的不得了，所以我来讲啊，讲台湾的将来有可能比香港也好，比澳洲任何国家更加水，因为台湾这个所在拄好伫亚洲的中心点。比如咱嘛有讲过，咱干那只军的基地来租予人，咱嘛一条足大条的钱，迄是有哪几哪亿都几哪亿，有哪是亿来亿去的呢？大家物件拢亿来亿去，你看咱真正是好过个嘞。所以以前有爸爸拍香港，以前当咧讲，我嘛惊到要死，讲啊你讲个安那好听吼，啊到是钱要去倒来，伊甲分析是讲啊有影就对，确实真正真好啦。但是要好进程，咱必须要付出努力，咱必须要争取咱家己的前途出来。你若要行一条路出来，人无可能开便便乎你呢。足简单，台湾的门拍袂开，什么原因？因为外口一粒石头甲咱堵掉，迄粒石头啊是臭石头啊，顶头写啥？写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啊，所以咱一定爱甲这石头讲破，啊，若无甲扛去背啊，扛去对金门妈祖，遐大几万个哪会大只的？啊，是啉水较困难尔，水最高是咱卖伊嘛，对不对？哦，这嘛卖，迄嘛卖，咱真正是水价嘞啦，足侪钱嘞啦。这也就是，比如讲，咱真正以后会足济钱，但是咱要行到迄个程度，咱要进入到真水的一个上帝咧讲的，有丰富的奶蜜的所在，啊，这样那水的所在，咱必须要争取着公义正义出来。若无公理，若无正义，若无公道，这个世界，这个台湾袂水到到位底，因为你会互一挂贪污，一挂有诶无甲你砍掉。哦，这东西是关逻辑概念。啊，你若无安尼行，你就永远伫像路边咧卖玉兰花，较看拢是台湾人，拢阿伯啊、阿姆啊，伫遐咧摆，伫遐咧卖，真够可怜。啊，人因伫底啦，人伫公园咧拍太极拳呢，咧下象棋呢，嘿，咧跳国际舞呢。啊，咱伫路边咧卖五块、十块的玉兰花呢。啊，路边。塞车底下咧捡遮迄个遐纸皮，捡遮纸箱的，拢嘛台湾人，人因有十八趴，国家水噶。啊，其实因是难民呢。全世界上界有钱的难民，就是遮中国人。啊，啥人较有钱？你甲北下台湾人来用遮，啊，因大遐叫做难民营呢。结果人伊甲你讲，伊是农民呢。伊是要眷村呢，农民，我讲来英明，讲来英明的英呢，英明无代志的英啊，拢完全拢甲你扭曲啦，拢甲你扭曲。所以咱家己一定爱真正是追求正义，追求公理，才有一条路出来，啊，才会当行到真水的所在的。哦，这也是咱需要继续努力的动力，啊嘛需要咱继续努力的一个目标伫遮。哦，我希望坐咱遮同心遮乡亲，你听到遮资讯，你也赶紧去探洪灾，借恁的嘴，借大家力，达到探。因为台湾即马目前媒体界拢控制掉，控制掉的咱无法当真紧就探开，干那靠咱家己，就是讲的较加倍的。加讲两句啊，较加薄的厝边后壁，吼、哦，家己的家属的人讲互听，讲互了解，啊，做伙尽力来行一条路出来，行好一条路，好水当当啦，好唔？这爱靠大家斗努力吼，啊，将
基本的，我那是一句话，就是要坚持到底。有人讲，啊，这条路敢那无好行，啊嘛真困难，就是因为困难，才值得咱做。那好做，老早人做了呀啦，对不对？就是因为困难嘛，就是无好做嘛，所以足侪人拢唔敢去碰着，啊嘛唔敢插个东弹下落。但是弹下，后代嘛是这样无改观的，后代无改观的。你敢愿意你的后代搁担路边咱遐咧卖玉兰花尔吗？你敢愿意你的后代去到坐咧跟人比赛，搁上排迄个中华民国的流氓政权的名吗？那也不当东东正正用台湾的，那也不当东东正正用咱家己想要用的名。所以爱大家好好思考一下，毕竟咱会当做偌济，咱就甲做。哦，啊，唔能讲啊，等等后代的，啊后代佫等后代，啊，永远都拢无法通处理啊。咱做一步，都一步的成绩；做五步，都五步的成绩。总是有做，都进展。啊，上重要，我那是一句，就是坚持得底，坚持，坚持，再坚持，好冇？好，感谢大家时间的部分，拍摄，我甲阿曼，多谢努力。真感谢，感谢咱，蔡副主席吼，啊，驻美代表。甲咱讲，这年啊精彩，会使用这点钟哦。我听啊，有非常精彩的一场演讲啊。咱大家用心吼、哦，来个鼓再鼓掌一下，哎，来个鼓励一下，多谢伊对咱的贡献，感谢感谢。来，起立，甲敬礼一下，来，大家甲敬礼一下，多谢，来，敬礼，多谢。